多，你在哪里？那个 Creeper，哎，Creeper 大大，安安你好。这里啊，Hello，这里秋啊，菊这里啊，啊。这里啊！哎，我找到苦力怕了。我在你旁边，午休去吧，交给你了。哎，放上去了。那我们来迎接这另一最后个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一个时刻吧。最后一个比较不好放。哎，果然。干哎，什放么去错了？了啦！我来弄吧，我来弄，我来弄，我来弄。你把它打爆，对，放在这然里，后这一个角度，就，what 你看，the？你看，你也没放好，再一次，两再一次了，两次了，两次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次，再次，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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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，，NG 剪掉，画剪面掉，，NG 剪画掉面，了。嘿，走了，哎哦，有了，从哪里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去看后面好了，后面，？And then，后面没东西呢，走。What？后面都没东西耶，然后呢？找一下。哦不，又有什么情况？哦不，哦不，我们又卡关这了，是我们各位，我团们队又的卡关了。logo，请多指教。哦，哎，各位，文州、作者、大大，提卡示关嘞，了，提示嘞，就这样啊，就还这是样有子喷吗？东西，有结喷束东了西吗？吗？游戏结束了吗？感有谢喷您的东收西吗？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是不是？那是要去那个吗？结束了吗？就这样子吗？后门后面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啊，哦，真是的，结果嘞？现在嘞？四个金全砖不放都了，放了吗？有放都错放了，吗？不是都放了？没有放错吧？没有啊，看不出来干啊。嘛？都啊，都有声音啊，刚刚都有声音啊，放满了啊，放满不了是，对啊，你不是，我们都放满了啊，我们四个金砖不都放上去了？都放了啊。然后呢？And then？我记得它放上去之后，这个下面的金砖就会补起来啊，都补起来了。不起来了啊，那没发生什么事啊？错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看一还是在下啊，其他板子地上方？写什么？还在其他地方？四位神明膜拜，然后他要只去哪里？跟我们说那个有金砖代表启动，但是就没有后续了。那启动在哪里啊？看一下哦。到启动在哪里？那有哪一间我们没去过的吗？哪一间哦？没关系啊，那边那么多村庄，我们每个都搜索看看好了，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吧？哇靠！不是应该喷出一个提示给我吗？等一下哦，那个是哦，那边是雕像啊。是说刚不是有个地方有铁砖吗？不是铁砖，铁门，是苦那力个怕铁门。娘的脚吗？你说苦力怕娘的脚吗？对，哦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哦苦，go go，力找怕苦力娘的吧，脚。苦力怕娘，苦力怕娘。哇，他应该也要哦，跟天我哪！说一下嘛，这我连个牌子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真是的。这个很好，非常好，very good。铁门没有开，很好。很好，我们卡关很好，了。卡关了哥。还有应该还有几个铁门吧？是不是？我记得走过来好像看到一哦，两个铁门。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找哎，到了。什那个么？刚那个啊，那个水那被我个取掉的水水井井吗？啊，水井下面，我下去，哦，好痛啊！可以通往一个奇妙的道路，我现在在那边等你吧，因可以为到水了，被我拿掉了好诡异啊！这边可以下去，水井，可以下去，然水井，后通然往一个后，奇怪的地方，那个哎，地方这里还有有枪，一个金顶哦，金顶，这里是什么？没有东西，左支试炼，这个太诡异了吧！右肢试炼，这也好诡异哦。一人一个地方吗？难道这就是万恶的密码锁？又是你啊，大大！我好久好久不见了，哎，大这个大。这一次是用记颜色的，哎，超屌的。太诡异了哦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去试炼密吧。码先。锁似乎要密码锁才能开启，要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本来就是吧。哎，那个作者不是说他喜欢藏左边、右边吗？对，那我就那放就在右边，右边先。走右边。这里写什么？作者作是者谁？的克名里斯字。雷蒙吗？风热，都是我啊，记得这几个都是作者不对，不是克里斯雷蒙，是风热吗？还是怨人？RONG，此区需要花点时间，请耐心游玩。可能是每一间都有东西，是不是？そうですね，可能吧。这边有牌子，你先看吧。有什么牌子？我交给由你此阅读，想获得财宝吗？我不想我只想救小陈而已。想要的话，我能给你好好破吧？是破这一颗石头吗？哦，破哇，破蛋！我把所有财宝都放在这里，只是你需要耐心的破完它。这个破完，是要什么耐心？
哎、欸，有个，哎、欸，有个按钮，哎，沙子取出口，沙子。我靠，又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嗯、我看一下，那个他得有哦，我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了。他得有一堆沙子啊。看一下下面有个洞嘛，我们似乎是要把沙子推到洞里面吧？我觉得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有沙子啊？箱子里有啊。哦、oh, ，OK。然后按嘛。我只是。是要把这边放满吗？按沙子就推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有一个，好像有板板吧？哎、欸啊，我超累格的，我按这个超累格的啦。那你过来看好了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这边你看到这边有个洞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从角角上看，有个红石机关，基本上就是把那个、哦、沙子推进去是不是，沙推到里面去，推到里面去之后，它红石机关就会启动。然后旁边有按钮，按钮可以就是让它有让那个什么，让那个活塞动啊。可是我们按钮可以让活塞哦，我找到，可能要按这一颗了吧？那我就研究一下到底要怎么动。哎，我按了，它会动了。你要再去按最旁边那一颗了，对，入口那一颗按一下，然后我按一下这一颗，把它全部填满再说。我把它弄过去哦，那我就一直按，念一直按，好了之后跟我讲，按到不能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按。等一下会不会这样就卡关了、啊？等一下不行。哦，不会吧？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先注意一下。哦，没有啦，现在要按这一颗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边的洞蛮多的，我看到两个了。然后两个洞，应该是两个洞都要补满。然后可以按这一颗吗？这一颗可以往前推。哎、欸，还要再一次，哎、欸，又要回去按了。那我自己也拿个沙子吧。等一下哦，哦先把沙子放满。好难过、哦，竟然要玩这种东西。哦、不过这个没有找控制感，感算是很新的突破，我觉得。对，很新的突破。哦、这是新玩法。对啊，新游戏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一个要按哪里？这一个要往前推，要按哪里？四个都有、哦，你是要找哪一个的？不是，我是要把这里不是填满了吗？要往前推，好要按哪里？这里，看我，这里有一个。不是，我是要走这里的，中间这里的往左推吗？不是啊，往箱子这边推啊，这一颗。对啊，就是哎、欸，不是刚那颗吗？我看一下。不是啊，不是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不是哦，小陈不是哦。我看一下哦，那边没有活塞耶。那你没活塞哦，那怎么办？对啊，可能是。那不然我们先弄这颗啦，这边有一个，我站在这个位置的下面。OK， 好好好。那我们先把那个弄到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那你先。我继续推我那边。你先按一开始的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把沙砖放在这里？嘿，推过去，再推一个。然后还没，继续吧。按一下，我这边你按一下，你再推过去。哎、欸，我在这边推一下。然后这个角落可以按，角落有吗？按，应该可以再按了，再推一下。角落有可以按吗？哎，没有啊。哎，这边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角落这里没有可以按的、欸。啊，我们研究一下好了，研究一下。角落为什么不能按？这有一个，还有哪边可以按？这你看左边啊，入口往左边看，这有两个按钮啊，但是中间有个按钮，不知道是通往哪里耶。你按一下看看，我帮你检查一下活塞，看哪里有。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一个的、欸，是这个的、欸。那个？有，等一下哦、喔欸，等一下。标示哦，那 OK， 那我们就先弄那个吧。对，你先到最前面那里，最原始的。按一下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我按这一颗，然后我按另外一颗，对，然后再要过去嘛，对不对？按吧，按了，哦，最后那颗，中间这一颗，好，继续吧，再来，原始的，旁边的，哎、欸，开了，角角的，耶、yeah， 欸，蓝色羊毛、哦、金锭，雪球一颗。哦，终于啊！耶、yeah ，破了这一关了！破这个辛苦的奋斗。
那换这个 Ren， 你拿到什么？哦，你拿到什么羊毛？我拿到蓝色羊毛。蓝色是吧？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壕沟啊？壕沟。哦 ，OK， 不会死就好。壕沟？哎，迷宫哦。迷宫。不，迷宫啊！迷宫感觉就简单多了，比那个刚刚那个简单。哎、欸欸，你怎么从这边走出来了？对啊，迷宫，这边有个放杆杆的地方。对，没有找到杆杆，还要继续走迷宫。可爱的杆杆，我去外面找好了，去另外一边找。继续找迷宫。杆杆，你在哪里呢？杆杆。杆杆一定是在迷宫里啊。杆杆哒，杆杆，杆杆，杆杆。干干干干！你刚才好像在讲脏话哦。真的假的？啊干！我从右边开始走。干干！你有看到吗？会藏在上面吗？上面会不会在头上？对啊，我们刚才地板上都没看到嘛。换看头上。头上感觉蛮重要的。目前也没看到。哦，找到了箱子，里面有杆杆，耶，真的吗？是杆，这么神？对，那去铁门那里。哟，等你。耶、yeah, ，我找到了。然后呢？黑色羊毛。哎，瞬移过来了，吓死我了。黑色羊毛在这，就一颗黑色羊毛，黑色蓝色，啊、好了，黑色蓝色。所以应该不是顺序锁吧？顺序锁太恐怖了。应该不是，对，因为它本身就没顺序了。黑色、蓝色，那我们先去把控制杆拉下来啊，这样就不用记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去拉，你去克里斯雷蒙房。OK。哇哦，武秋你最爱的呢，你等下过来看。跑酷吗？我不爱哦。哎，对啊。你可以先跑了。保管箱。黑色。换个黑帽。蓝色，好啦，哎、欸，我累哥啊，哎、欸，拉下去了哦。没关系，既然是跑酷就来吧。哦，纸片烧不死的、啊，烧不死的纸片。嘿，哎、欸，有点远，就是这样。克里斯雷蒙怎么那么喜欢跑酷啊？真是可恶！哎呦、哦，好恐怖哦！我求GG了吗？您GG了吗？保管箱，我身上的东西这么多。有一个控制杆，我把它打开来了。你已经跑到了、哦。对，到了。哎。我先睡一下好不好？我先睡一下，我也跑一下。大家喜欢看我跑。啊、我找到一个淡蓝色羊毛，等一下去开。然后还有一个鱼竿。哎、欸，哦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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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睡了。我觉得我一定会死。先把衣服丢给你。对啊，衣服你先丢到那个保管箱啊。好。对对，保管箱。那我要为大家带来跑酷。对，我们先闭眼休息三秒钟。哎呦，哇！是啊，太感人了。哎、欸，太累哥了，太恐怖了啦。哦哦，还没死啊！哎、欸，好紧张哦！啊，来吧，死了，我拜拜了。午休GG，哦，结束，他已经结束了他这条生命。啊，午休重生，午休重生。哦，打午休，打午休。哎、欸，我打五球还掉到虚空里耶！巧又那个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打五球，球我们来等五球啊！五球跌倒了。哎、欸，我跳错地方了是不是？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错，你跳错了。我被骗了。对，你被骗了，跟我一样，我刚也被骗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五球又不跳了，不跳了哦，不跳了，不跳了，这么累哥、啊、跳什么鬼啦哦？好啦，那我们回去吧。蓝色羊毛，东西拿回来了，东西你都拿走了。我没有拿，哦，我只拿个那个衣服啦。五球没衣服穿了，好变态哦。没关系，我有剑，我来砍你。哦，那你拿到看到什么羊毛？哦，浅蓝色羊毛。我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好了，哦，那我们去左边吧。哦，左边，左边，挑战，左边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左边有一个箱子，保管箱有点危险，请小心。那就放钓竿，还有衣服吧、啊。然后还有蓝色羊毛。有什么危险？我无所畏惧啊。请先睡觉，
我们就五九，你再拿一个床吧，我们一起睡。不用睡了啦，我这么神，睡什么？我都睡在刚刚那里了。那我去笨蛋签那边，记得拿铁，记得拿铁，我拿一个铁镐。记得拿铁镐，它里面有几个铁镐？而且八八八，哦，八八八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、欸，我也拿铁镐。哦哦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啦啦啦，这边写啦啦啦。不去了。哎、欸，有石头挡住了、欸。难怪要拿铁镐。出来。哦，好恐怖哦。所以我们要去最后最下面拿。哎、欸。哦，又是火焰，又被骗了。拿到一个火焰球，把火焰球拿出来了。我拿到一个玫瑰。哎、欸，又是火焰！拿到一个火焰球，都没有吗？就这样吗？我去最后一个看，最后一个我也没有、啊、一个火焰球，我拿到一个玫瑰啦，玫瑰，可是不知道能干嘛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也是火焰球，所以是要踩哪一颗压力板，它才会喷羊毛？我是直接从发射器拿出来啊。我是拿到一个那个玫瑰，对，我拿到一个玫瑰。玫瑰，对吧、啊？玫瑰，所以就是红色的意思吗？能吧？那我去搬红色的那个。是诡异的感觉，好诡异哦！不是应该喷红羊毛吗？重点是为什么不放羊毛，要放玫瑰？我觉得怪怪的。他喜欢玫瑰吧？好奇怪啊！是不是？他比较喜欢玫瑰。那我把红色拉下来啦，虽然我觉得这个提示感觉怪怪的。哦，这边有个小雨的，就是进来之后往左边走，然后他写命运三选一，就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有三个，我们有两个机会。你选哪一个？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相信我就给你宝，我不相信我会吃亏呢。选我，选我，我是宝藏，请拉开。选谁好？就是选谁好？选谁好？等一下哦，因为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嘛。好，我先看一下别人讲的。小粉，你为什么不说？要相信小橘的。哦，这个就不用理他了。然后小橘跟小黄要共同守护宝藏。哦，这个也是骗人的，不用管。然后别靠近我，不能把宝藏给陌生人。宝藏在此，请勿向前。我是宝藏，请开我。嗯，没意见。小粉，你为什么不说宝藏在你这吗？笨蛋，然后小粉说什么？宝藏在我这，我不要理他。所以是小橘喽，我觉得应该是小橘。真的吗？不是小粉吗？不是小粉，因为他有两个人讲。因为你看小红讲的话，如果小粉是对的，那小粉那小红就是错。但是小红错的话，他就会那个矛盾，就会矛盾。所以我觉得小橘是对的，那我拉喽。好啊，死了就算了。啊，GG GG 啊，蓝色才对吧？死亡是你最大的解脱，好吧，解脱就算了吧，就让我丢个垃圾吧。哦，我现在身体好空啊。我看一下小蓝的，小蓝的对了吗？小蓝的不对，不对吗？那你怎么还活着？因为我累格。我就说是小粉。我一开始说小粉的，你竟然阻止我！哎、欸，宝藏有在我这吗？哦，小粉没有说是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泪哥啊，我打不开。哦，有人粉红色羊毛啊？什么羊毛？粉红色羊毛和一个蛋糕。粉红色羊毛啊？对，那就走吧。你去拉，然后我去下一个。我刚刚超好笑的啊！我开那个什么小蓝的，结果瞬间掉到岩浆里，然后又。瞬间回来，累个，跟没开门一样。真写什么炸弹二选一？哎、欸，五球、啊，这个好刺激啊！咱们一起玩，看谁会死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一根占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么刺激哦，可以不要吗？啊，炸弹二选一哎、欸！我身上有小粉哎、欸，还有给我一个炸弹哦，他说炸弹二选一，好刺激啊！有人说他把那个宝藏藏在右边呢、欸，所以我们就放右边吧。不是有人说啊，就是校长室那边。那我不要靠近你，哦啊、我不要靠近你。屁嘞！二选一。没事啊，你有防爆插件。
好吧，那就把它打爆吧。你有防爆插件啊？下面有个红石机关，我把石头打爆。哦哟，里面有东西啊，箱子，桃红色羊毛。那这个、哦、这个也为观众打爆一下、欸，看里面有什么。哦、好啊，这里面也有一个箱子，紫色羊毛，桃红色。搞屁啊！都一样，都是桃红色啊，都是桃红色、啊。所以不管选哪一个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对、啊，只是另外这个有一些有那个字，有什么字？哪边有字？右边的。